見到身後面呢啲船咧，唔好以為去咗什麼水上市場啊，或者任何嘅一啲嘅小散户，其實呢個正正係曼谷 Central World 對面，即係碧斯旁邊嘅一個小型嘅碼頭啊，搭嘅就係呢艇船啦。呢艇船咧，當然去到好多地方行，咁但係一般遊客可能未必會用，又或者未必適用咧咁樣。咁而其實咧，呢一度咧主要都係為一啲嘅曼谷嘅市民而設咧。有時咧，佢嘅設施又未必好國際化，但係咧作為遊客一次半次一劑兩劑嚟行一啖下都可以嘅。就喺呢個一號站啦，即係水門街，即係佛道攬呢度啦。咁搭一個站可以去到 MBK 嗰頭啦，嗰頭啊唔係話一上就係都要行。跟住第三咧就係呢一度啦，第四咧就寶餅嗰個好多嘅衫服批發嘅市場嗰度啦，跟住啊再去彭化橋，即係去差唔多遮匪或者食呢一個泰式炒河嗰帶，跟住呢度。附近就是呢個靠山路啦。嗱，呢啲地方咧，當然你搭呢啲船去咧，就一定會塞車，會塞船，好快到。但係問題就係去到咧，喂都要行喎，唔係一去到就上到係噶咯喎，咁樣。咁所以大家都要考慮一下，如果時間太緊迫，冇乜時間嘅話咧，咁就要考慮清楚啦。否則的話咧，其實都係一時嘅。價錢如何咧？嗱，價錢有泰國通啊，唔係一日通先啱。一日通啊，任搭200匹，時間就係呢個啦。大家睇睇啦。知啲膠布我係做咩咧？一旦咧啲船經過，咁有嗰啲嘅呢啲嘅坑水啦，咁坑水又污糟啦，咁於是乎有呢啲嘅膠布咧，咁就唔會話驚嗰啲坑水整到自己啦。上咗岸之後咧，有兩個選擇。第一個選擇咧，向呢邊行咧，就是一個尖湯鎮嘅博物館啦。咁而向呢邊上去咧，一上咧就是一個十八湖橙嘅，即係咩咧？即係十八湖橙就一條橋咧，過少少咧就是一個 Bangkok Arts and Culture Centre， 兼且對面咧就是一個 MBK， 另一邊咧就是一個 Science Discovery。哇，都唔係話唔方便。我剛才只不過用咗大概5分鐘啊，其實呃人嘅，應該8分鐘到啦，8分鐘咁上嘅船程就嚟到。咁熱啊，都唔係好熱，都有少少嘅涼風啦。咁但係如果搭的士嘅話，咁啊真係好塞車嘅。咁呢個都可以話一個幾好嘅體驗啦。但係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講，今天係星期日咧就唔係好多人，因為平時咧有機會會好多人，人多嘅話咧，咁就可能會未必有位坐啊，或者係叫做辛苦少少咁啦。但係都一個體驗嚟嘅。呢、這個環境係咪有啲熟口熟面咁咧嚇？係咪咧？冇錯啦，曾經喺我嘅沖油泰國節目裏面介紹過嘅，就係、是、有呢個位咧，好多泰國嘅塗鴉藝術家就喺度畫畫啦。於是乎，亦都係一個嘅
影相打卡的好位嚟噶。嗱，對於我嚟講咧，去尖湯省我就唔係好想啦，反而一個地方要翻兜。上次嚟咧介紹過，就是一個黃色嘅屋，既是一個嘅藝術館，亦都係有飲咖啡的地方，都好型好正嘅喺前面。咁型嘅環境之下，不如就食呢個啦，99匹啊！因為見到我兩隻手了，係嘛？啊，呢一餐咧都抵食喎，大概百零匹左右啦。Presentation 咧都靚靚仔仔嘅噃，嚇、啊，兼且有個泰式嘅檸檬茶，啊，冇呢、這個咁嘅聲音。呢度咧嘅顧客對象咧都係本地嘅泰國人居多，咁好多人諗住打卡啦、壓例啦，亦都有啲即係文青喺度食嘢啊、傾偈啊咁樣，都一個幾唔錯的地方，尤其是呢個類似玻璃屋嘅地方啊，正啊 ，cheers。